大家好，我是郑晓龙。亮荣导演就不能再拍别的戏吗？我们找的啥都不剩，针对《甄嬛传》再拍别的戏，我也拍了别的戏，说是甄嬛以外，你不放弃。他说我心里郑晓龙最好的一部作品。我对这句话我特别感动，这也是我认为我拍的非常好，我甚至觉得他比别的很多戏都好。因为我觉得首先点点写的这个剧本，他的那种人文关怀、人性的高度和美好，很多戏里面不具备，是灵魂的高度，在精神这个层面上更高的去讲故事。在这上面我觉得永不放弃是很多年前就开始讲这样的故事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。我看到这个话我很感动。第三是每次看到《甄嬛传》上热搜，郑晓龙导演内心究竟是怎样的 OS， 这样读一下下图中网友杜撰的 OS， 然后回答：收起你的显微镜。我有什么显微镜？我不知道。反正我，带着显微镜。希望你们是别的显微镜。你们没有别的电视剧看了？有啊，现在很多，我觉得很多好的片子都大家可以都看看，都我觉得很多很不错。求你们别看了，这啊，离谱。这什么呀？然后你们搁这儿给我找不同的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差不多行了，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好。谢谢你们。或者你们死劲儿找。您知不知道网友拿着放大镜看《甄嬛传》的细节？有的我知道，有的我真的不知道。其实，我对甄嬛已经都，反正你做完了以后，慢慢他，我觉得就算是你的一个孩子似的，慢慢他长大了，或者是他离你越来越远了。我原来曾经有个想法，我想拍一个甄嬛的戏，就讲纯元和甄嬛的这个关系的故事。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，我觉得纯元和甄嬛的这个故事是后面是可以讲故事。眉庄烧手，简秋开食盒，纯元故意打脸啊？纯元故意打脸？这没有啊！就算郑晓龙导演亲自辟谣没拍啊，也会有人说看过啊？哦，真的、啊？纯元故意不可能，纯元故意打脸。简秋开食盒是哪一场？我哎，明浩，我想不出来了，这个是有吧？简秋啊，这是有眉庄烧手。我有点想不起来了，眉庄有过烧手的这事儿吗？您想想拍了吗？剪没剪进去另说，就是拍了吗？没有，想不起来了。我太难了。您就辟个谣吧。啊，辟谣，真的没拍，没拍，没拍。2022甄学十级学者统一考试全国卷名词解释篇，您知道甄学吗？我听说过这甄学，现在国内也有甄学吗？我不知道。甄学其实就是指大家看《甄嬛传》对《甄嬛传》的剧情细节的多重解读和二次创作的统称。对，您知道胖菊是谁吗？胖菊是我们中心原来的那个谁，文田，不是那个，我突然忘了他名字，胖菊子。不是，胖菊是皇上。啊，是皇上啊，建斌啊，他为什么叫胖菊子？他是胖菊子，因为他经常穿着黄色龙袍，加上身材胖，坐在那里就像一只橘猫。我觉得我选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特别像，那个谁，就是雍正，他演的我觉得特别好，特别像一个那个封建社会那个皇帝，他不是那种英俊小生啊或者什么，要那个我们有好多这样把那个皇上拍成那种至情至性是，完全不真实，不符合真实的皇上。那您让人两天拍了那么多床戏，嗨。那是按场景来的，这个没办法。其实我觉得比较得意，不是拍多长，就我两天半拍完那个滴血验亲，那一集多呢，那是很长的戏。您知道包浆啥意思吗？包浆按道来说是我们美术上的一个词儿，美工做的一个什么，然后包浆在上面就被反复那个干嘛了以后。对。形容自己反复看《甄嬛传》的细节，快把《甄嬛传》包出浆来了。哦，那您知道“臣妾做不到呀”这个表情包吗？臣妾做不到，那是那个谁呀、啊？那个蒋欣里的一句台词，好像“臣妾做不到”是皇后的台词。那是皇后的一句台词啊、哦，对。臣妾做不到啊。那臣妾做不到。对我拍他戏的时候特别逗，他一开始跟我们说，
导演，我能不能就是用普通话来演？我说那好啊，你用香港话来演，我们本身就已经很不错啊。他就是用普通话来演，他用普通话演，我们更没办法听了。他一讲那谁，他说啊，讲他那个普通话特别，那会儿特别不好，不能啥说哈、啊。天不怕地不怕，都怕财神不守普通话。说完以后都全场都笑，哈哈笑。所以说，哎，我说算了算了。我说你还是讲你的香港话吧。我是看了那个台词本，然后看着就这么看着，然后来拍完回头再看一遍，然后才能过，要不然我过不去。请看下面这组图片，抒发一段内心 OS。啊，对。哎呀，这个我都替他们，哎呀，我这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，这是我真不知道，怎么来面对这个事儿了，网友刷《甄嬛传》已经刷了10年了，郑晓龙导演对于十级剧迷有什么想说的？甄嬛可以不刷了呗，反正要刷要刷，还要刷啊、就是我觉得很多网友看甄嬛，很多他们看的我都没看出来的，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多了的。我有时候想啊，这样的看东西，他们已经把他甄嬛当成一个，他们自己手里的玩具了，他们自己在玩得很快乐。我觉得啊，哎，做一个片子能把这么一个片子能做成，哎，大家愿意拿它当一个玩具玩，也可以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只是有的，他们的理解，有些理解，我觉得，我不能同意，但是也无所谓，反正就是，见仁见智嘛。其实我们是做形象，形象做完以后，你形象做得越深入人心，他的思维就越大。从这个角度，我还是觉得啊，对自己稍微满意一点，不好意思啊。最后，请郑导推荐自己的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。优酷网友大家好，新拍的《幸福到万家》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，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喜欢，跟现实结合的非常。是真实的现在的农村城市的故事，谢谢你们。